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他说 ：“Some plays are so successful that run for years on end。”有些戏剧，这个 play 在这名词是戏剧了，是如此之成功。后面 that 从句简单，跟 so 搭配，结果状语从句，如此以至于嘛，以至于怎么样？They run for years on end。他们能不能翻译成好多观众一直连续几年跑步，兴奋的天天跑步？没有人跑步。这个 run 是多义词。run 在本文中生词中有，就是戏剧、电影的连续上映。只不过这个词呢，就一个用法，咱们就单词不用专门说了，在课文语境下看一看，戏剧、电影的连映、连续上映。注意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啊。咱们分别看一个例子，比如第一个，The movie has been running for 2 months。这部电影不能说跑步了吧？已经连续上映2个月之久了。咱们用的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还记得吗？表示持续的动作一直做到现在，还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那完成进行时，这更对。那是不是继续连映？哎，有可能，哎，也有可能不连映，我不知道。反正持续2个月了。那在这儿呢，看第二句话，The movie has ended its run。这个电影已经结束了它的连映了。注意，这个地方这个 run 已经变成名词了。上面这个 run 是动词，但做名词做动词意思一样，都叫戏剧电影的连续上映就好了。本文中还有一个重要搭配，就 for years on end。这个 on end 是什么意思？on end 固定搭配，表示连续什么什么，连续3天，连续2年，连续500年，等等等等，连续什么什么什么，一般跟在表示若干时间的词后面啊。我们可以用这固定搭配，我们大声都讲 on end。注意不要读 on end，这个不连读啊，and 重读要分开，慢慢来呗，on end。On end，哎，and 重读叫连续什么什么，还有个固定搭配叫 in a row，也是表示连续什么什么，而且也跟在2个小时、3天呢，等等等等这些词汇嘛。我大声再读一下第二个 in a row，in 呢必须连到一块儿，后面不要读肉，不是身上那肉，那舌头勾回去，这个 r 要勾舌尖儿，读成 row，row，row，row 这么一个声音，in 呢再连到一块儿，在里面 in a row。In a row，连续地什么什么，这两个是习语。哎，你不愿意习语的话，一个用副词也行。我们大声在那边，successively，successively，也是表示连续地，有这个意思。但不要跟成功的搞混了，成功的是 successfully，successful 加 ly，这是 successive 连续的，再加 ly 叫连续地就好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用的 on end 和 in a row 要往往更加常见一些，因为在口语对话中，咱们不喜欢用 successively 这种多音节的词，它不好说。那 on end、in a row 都是单音节的小字，咱们喜欢说。那么听力考试，当然特别喜欢考这几个习语了。我们先听一道当年的听力真题，看看应该选哪一个。好，全神贯注，仔细听一遍。Number 25.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I'm not sure.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Linda? 他又是暗示什么？咱们再听一遍，同时看看选哪一个。开始。Number 25.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I'm not sure.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Linda?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Linda? 关于 Linda 这个男的暗示什么呢？选哪一个？好，正确选项应该选择 C 选项。大家选对了吗？She worked on the chapter for quite a while. Work on 就致力在做了，她一直都在努力在写这个章，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Quite a while 相当长的时间了。为什么有相当长的时间呢？咱看着原文再听一遍。Number 25. 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I'm not sure.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bout Linda? 哎，这个看得特别清晰了。第一个男的说，Did Linda ever finish that introductory chapter? Linda 这个什么书的这个序言这一章到底写完了没有啊？Introductory 表示介绍性质的，chapter 表示书籍里的某一章，介绍性的章节就书的什么前言呢？或者这个书的这个大概介绍的章节这么一个。Ever 李老师以前说过，疑问句中 ever 是表示
加强疑问的语气就到底。Whatever are you doing up here, Bill? 比如你到底干嘛呢？这 ever 表示到底嘛。那 Linda 到底这张写完没有啊？怎么看着这天天在写，怎么还没完呢？第二个男的说 ，I'm not sure. She spent hours on end rewriting it. She's 就 she has 了，她已经花了连续好几个钟头重新写了，写完之后撕了重写，再撕了重写，花了好几个连续好几小时了 ，hours on end， 跟反文中的 for years on end 是类似的。嗯，好了，最后问他暗示什么呢？他努力写这张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相当长 quite a while 就照应这个 hours on end 连续好几个钟头了，对吧？好，我们再看 in a row 在听力考试中是怎么考的，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Number 25 It's raining again. This makes it 4 days in a row. Do you think it'll ever stop?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再来一遍，同时看选哪一个。 Number 25It's raining again. This makes it 4 days in a row. Do you think it'll ever stop?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女的是什么意思？咱们看选哪一个。好，正确答案是 A. She wishes the rain would stop soon. 她希望这雨能很快停下来。为什么选 A? 看原文，特别轻松。嗯，Number 25. It's raining again. This makes it 4 days in a row. Do you think it'll ever stop?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第一个男的就说 It's raining again. 哎呀，天又下雨了。第二个女的也是啊 This makes it 4 days in a row. 加上今天算的一块可以一共连续四天了。4 days in a row 就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四天，就 makes it 4 days in a row， 对。In a row 表连续的，跟 on end 是类似的。Do you think it's ever stop? 我再问大家 ，ever 怎么翻译？咱们说过 ，ever 在疑问句中可以表示到底怎么样。你觉得这雨到底停得了停不了啊？这是总下雨呢，出不了门了。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什么意思呢？她当然希望这个雨尽快能够很快停下来就好了。这是重要的两个连续不停地放在一块儿，咱们记住就好了。好，第二句话说 ，In many ways, this is unfortunate for the poor actors.Who are required to go on repeating the same lines night after night? 这句话比较长，咱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句首的这个 in many ways 是介词短语做状语，表示在很多的方面。注意这个 way 跟 in 搭配，老师以前说过有歧义。它既可以表示用某个方法，也可以表示在某些方面。在这儿呢，有上求语境，不可能是方法，一定是方面了。在很多方面是状语。白颜色呢，依然是句子主干结构。这对于那些可怜的演员来说是很不幸的。哪些可怜演员呢？ Who 开始引导的黄颜色从句到句末明显是定语从句，修饰这些演员。什么演员？那些被要求每天晚上必须夜复一夜的重复相同台词的演员来说，真是很不幸，天天说哎，都烦了，生活很无聊。里面这个 night after night 夜复一夜的画横线的部分是在定语从句里边内层的一个时间状语，夜复一夜的重复相同台词。还有呢，我们看到 go on doing something，李老师在词用中讲过 go on with 是继续做同一件事， go on to do 是继续做下面一件事， go on with 呢是不停的做某事，本文中是不停的做，对吧，而不是继续，这就好翻译了。这是在这个语法上的一些细节。下面再看看里面一些重点表达。首先在很多方面，再次强调这个 way 跟 in 搭配有两个意思，表示用某个方法或者在某个方面。在本文中有语境一定是方面，你说在用很多方法都如何如何，本文中不通顺呢，指方面。指方面的时候呢，它跟另外两个词 respect 还有 aspect 是同义词，所以本文中也可以换成 in many respects in many aspect 都行啊。这个大家注意了，这个去掉 s 之后，这个单词的发音啊，第一个方面重音在后面，跟尊敬的动词发音是一样的。我们大声读一下的名词 respectRespect， 可数名词叫方面。第二个词呢，去掉 s 之后是这名词的单数形式，重音在前面，大声里面 ，aspect，aspect， 所以 way，respect，aspect 都可以指方面，而且一般的都是跟介词 in 搭配，都跟 in 搭配。但不要忘记以前19课咱们讲过另外一个重点的习语，叫在不止一个方面有不止一方面的含义，还记得吗？
这个里边的 way 还是方面，叫 in more ways than one， 还记得吗？咱们不能说 in more than one way， 英语不能自己瞎编，还是李老师嘱咐的哪句话？看过的再写，听过的再说，必须人云亦云，老外说完之后咱们跟着说，别自己编啊。就在不止一个方面有含义，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一般用在双关语这个场合咱们可以用它。咱们复习吧，86页的课文最后一行，86页课文的最后一句话，他说 Considering the amount she paid, he was there in more ways than one， 对吧？考虑到这个老太太支付了这么大一笔钱呢，这个猫咪的这个 there 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喽，这是不止一个方面的含义，这里面这个 way 还是方面，这注意。好，这是一个旧知识复习。再回到句中，它是很多方面，这个事 this 就是指第一句话中的很多戏剧连续上映很多年嘛，这个事怎么样呢？对于那些可怜的演员来说， the poor actor 不能翻成穷演员，演员未必没钱，这个 poor 翻译成可怜的，为什么呢？这 poor 这个词啊，一般做表语的时候咱们翻译成这个贫困的贫穷的，做定语一般是可怜的， he's very poor， 这个人很穷，对吧？但是 poor man， 可怜的人呢，哎，注意在本文中做定语是可怜的，这个注意翻译。对那些可怜的演员，什么演员呢？加定语从句 who are required to go on repeating the same line night after night， 被要求必须每天晚上重复相同台词的演员来说是很不幸的，这里面注意措辞 require。这个呢和另外一个动词 request 咱们可以做个变系，它搭配是一样的，中文也差不太多，都可以翻译要求，要求某人做某事，但你发现这用法场合是完全不一样的，先读第一个 require， 再读第二个 request， 有什么区别呢？ require 一般是命令式的要求，你不做都不行，一般是上下级啊，或者什么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长官呢、啊？对士兵啊，哎，命令式的要求，你不做不行。本文中就是啊，他并不想天天这么做。你不做的话，你下岗了，你没饭吃了，那必须这么做。而 request 一般叫客气的、礼貌的请求，请您怎么怎么样？哎，非常客气礼貌。那本文中它不可能是这个含义。而且你从语气、从发音可以就结合到一块儿。那么比较这个重的语气 require， 口型大一些，客气 request， 你看从。这个语气都能听到，发音口型跟它含义是相关的。你看这两句话是不是用的场合还是有区别？第一句话说 You're required not to smoke here， 不许在这抽烟，把烟给我掐了。第二句话 You're requested not to smoke here， 我们跟见外宾，我们用第二句话说的更加客套一些，更加有礼貌一些。第一句话呢，可能这个人是个带红箍的，那脾气特别冲的，我一个人呢在公园坐在长椅上正抽烟卷，正看报纸呢，来一个老头，满脸是这个一脑门子官司，上来说了：“你赶紧把烟给我掐了，不许抽烟，赶紧掐了，不许抽烟，再掐去抽烟，你看我弄死你的。”对，就 you require to smoke here， 不许抽烟，这个语气很重。对，当然我把烟掐了，老头一走，我又点一根，你凭什么这么跟我喊？我招你惹你了？对，正抽着半截，又来一个女士，中年妇女，也是戴着红箍，这位女士受过高等教育。对，说话特别温婉，这么说 You're requested not to smoke here， 这怎么翻译呢？请您不要在这抽烟好不好嘛，这回我真不抽了，骨头都酥了，对吧？好，不抽了，这不错。这个用词场合不一样，本文中用第一个是对的，你不做都不行，必须这么做。而我们看后那 go on repeating， 咱们刚刚讲过 go on doing 跟 keep doing 或 keep on doing 在这是同义词，什么意思呢？不停的做某事，重复性的多次做某事，一直做某事，不停的做某事，这不能翻成继续。 go on 表示继续，我们说过是加 with 和 to do 的，这个注意是不停的，这个重复相同的台词。后面还有个习语叫夜复一夜的，这是老朋友了，咱们第二课就讲过，夜复一夜的还能怎么说？ night after night， night by night， 或者干脆 one night after another， 一夜又一夜的，就夜复一夜，天天都这么做。我们再读一遍就好了，Night after night, night by night, one night after another. 如果一日复一日的呢？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哎，咱们有过那个吗？ Day after day 就好了吗？ Day by day, one day after another. 日复一日的就好了。这夜复一夜的重复相同的台词啊，那很不幸啊。为什么？这个天天的总说一个生活没变化，生活很无聊。
我们进一步说 ，One would expect them to know the parts by heart and never have cause to falter。这个 one 在这不能翻成一二三四五那个一，也不是一个人，就直接泛指，咱们翻译成人们就行了。人们 would 是一个委婉的推测语气，说人们可能会。这个推测语气，这不是过去将来时啊。人们可能会以为呢，他们早就把台词背下来了。注意这个 one， 它形式上是单数，所以谓语动词呢也用单数处理。但中文翻译成一般翻译成人们，泛指。人们可能以为啊，他们早就把台词背下来了。Their parts， 我们说 part 有两个意思，角色和台词。本文中当然是台词的意思。No 跟后面 by heart 搭配构成固定用法。刚刚在题目中讲过。Know something by heart 就像那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这个搭配能替换、啊、本文中用的是 know 后面加 by heart 你再往后看看一下我们110页的第11行往下看第11行课文的 最左边有那行数、啊、50 15这个找第11行、啊、是不是出现了 He had managed to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 letter by heart 他是否设法把信的内容背下来了 learn something by heart 出现这个结构、啊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把 by heart 去掉只用一个 learn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把某个东西记住了背下来了但 know something 单独使用没有这个意思啊 learn 单独使用没有 by heart 也可以表示记住背下来你不信咱们看看本文中也出现了第15行往下看第15行看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表达 anxious to see if his fellow actor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急切的想看一看他的演员同事是不是最终把台词背下来了 learn his lines 这个 learn 单独使用也是背诵而且台词在刚刚出现过 parts 这有混成 lines 动词和名词表达都不一样非常漂亮并且怎么样 I never have cause to falter 这个 cause 这个注意翻译这个跟第二课里面那个 cause 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叫理由的意思做某事的理由你看One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我们讲过，我们的牧师老是不停的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筹款。这个 cause 叫做事情的理由，这个地方不翻译成事业啊，表示理由。Fodder 就是说话时支支吾支支吾结结巴巴的就忘词了，没有任何理由去支吾结巴忘词但作者最后说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然而。这却不总是实情。这个句短小，却是五星级的非常实用的黄金句型。首先，咱看什么叫 the case。the case 不是那个案例，也不是那个事件，翻译成 the true situation， 一个真实情况，就我们说的实情，真实的情况。记住这个句型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这不总是实情。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非常实用，这不总是实情，有的时候对，它有的时候就不对。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句子可以跟它同时记住。你看142页，在本书中142页第十行末尾，142页的第十行末尾出现了This wa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的确确是实情。咱们直接记成一般现在时就好了。This i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确是实情。哎，可以同时记，我们大声再来一遍。This is indeed the case.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这的确是实情。哎，在后面这个会出现。而且我们看，在第四册还有这么一个句子，这完全不是实情。在第四册第三课《Mad Poor Man》里面出现过。我们大声再来一遍。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比如有人问你，就是你有关你那个谣言，说你得艾滋病了，这是不是真的呢？我说 This is not the case at all， 这浑吹胡说八道，完全不是实情啊。这个可以这么来说啊。那我们再举一反三，多记几个，再看几个也是常见，新概念里没有出现，但生活中很常用。还有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这可能不是实情。还有一个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这不一定是实情。在写作中几乎是常用的。这个高频句型了，希望大家把它记住背下来。哎，再读一下最后两个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哎，这可能不是实情。再看最后一个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注意这个 necessarily 在读快之后，这个 a 这个音节重读。尽管字典注音是 necessarily， 但老美一般都是 necessarily 重音后移。再来一遍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这却不一定是事情。本文中说的是这不总是事情，含义也是类似的。那么第一段呢，先介绍了一些大致的这个背景信息，但是本文中的情节故事情节呢还没有开展呢。第二段第三段这故事慢慢就这个情节开始展开了。好，第一段我们跟老师先暂时学到这儿。